裂了啦，靠杯。现在这个也进行这个改装鱼眼，进行到最后组装的部分。那这边有一个，这边这撮线呢、啊，就是天使眼跟恶魔眼的线、啊、那分别对应到就是这圈天使眼，还有外面这圈天使眼，外面这边还有一圈，然后这个里面有个恶魔眼。好，然后大灯这个 LED 大灯也装好了。那这个我们先前有提到过这个大灯晚工。大灯碗工这边呢、啊，这边我们有挖一个洞，啊有没有？这个洞是我们挖的。好，那因为是要合这个 LED 的这个，哦，这线也改过了。对，那这个 H1 的，然后我们自己做了一个 H4 转 H1 的线啊。好，那好，这个是电磁阀，这是电磁阀控制远近灯的。那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这个效果如何？这样，我们先开。这个要R试一下，这你还没接吧？好，这是天使眼加恶魔眼。OK， 一样。关灯，关灯，关掉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开大灯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再测试一下它的光型，到时候再上片。好，关掉。好，先把它装回去。就是直接合上去就好了。这线要往下压一点。看有没有压到线了。改线路的部分呢、啊，就是我们原本车子就装了强光线组啊，注意 LED 灯，你一定要装强光线组，电源才比较稳定。好，然后这边这个这一段线是我们自己改的线，
那它的功能，它的功能就是去控制我们 H4 啊，转 H1 大灯，不管切远近灯，这颗灯泡都要亮。近灯的灯泡都要亮。对于 H4 的接头来说，近灯灯泡都要亮。那打远灯之后要另外再控制一颗电磁阀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功能大概是这样。这段线就可以达到刚刚讲的功能。对，这段线就可以达到刚刚讲的功能，就在这个 H4 图 H4 这一段。那这继电器的部分，有兴趣要想说要怎么装的，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影片。好，那大致上应该是这样。那这个开关，这个开关是我们来控制天使眼跟恶魔眼这边拿过来的。这个开关，那这个就是开嘛，这个就是关嘛 ，OK。这就够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？秘诀就是调到最高啊！调最高，我上次调那么辛苦，你这样给我来这一出，好厉害哦！啊，那也没拍什么，啊，那就成功了。方向距离啊，要改回来了，太近了。